就直接可以。我坐下，我主人，歹势，我第一组来，哈哈哈哈哈，好啊，勉强，大家好，大家好，听说今天这场要全部要讲的了，哈哈哈哈哈，但是歹势，我第一组来，所以我待会讲讲，还是先换回中文哈，那我是张震，我是这个。灿烂时光东南亚书店的主要负责人，好，那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这一场越南魂。我今天下午才跟那个越南朋友讲越南魂，哎，然后一直被纠正了好几次，我也不知道我错在哪里，就是越南魂的这个新书发表会。好，那这个我也是语台人啦，不过我们书店很小，所以我这边兼着语台，兼着主持，然后兼直播啊。待会除了台上会直播，也会往下面播。如果你不方便被播的话，你就打一个什么暗号，哎，没有就直接，哎，那就自己做马赛克，两只手这样马赛克，没关系，随便做随便做，就是不播没有问题，就是你跟我们挥挥手，我就不要播你就好。哦，那今天这两位一起语谈的。当然一位是出版社的老板，啊，对吧？啊，其实老板坐在台下，就是台上有一位是出版社老板推出来的那个代打，是吗？好，就是阿雄，李月雄。好，那他是来自越南，然后在台跟是比较人数比较少的越南男性的这个新住民，婚姻移民。好，那啊。为什么要点头？为什么要点头？还是有啦，就只是我们一般媒体上看到的说越南新娘啊，哦，都是女生，其实不是，其实男生女生都有。那他的夫人就是李阳的啊，马赛克，我没有特别播你这边，还没转过去，我们这个镜头导播还没有调，导播请转一下，嗯，我觉得。好，那今天的当然主角是蒋伟文老师是。这本越南魂的作者，啊，我刚刚真是自不量力，还在跟阿雄来呛说，我比较早认识姜文老师，没想到你认识比我更久，啊，不过我可能可以说的是，我跟姜文老师正式见面大概是11年前，啊，那天我都还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一天是我们四方报，哎，我从前的工作是做四方报，四方报越南文版第一版。刚刚做出来，然后我就很嗨，我就要全省去送报，我就自己因为做完第一版也不见得要做第二版，所以自己车子上就放了报纸，然后就一路从台北往南开，桃园开，然后到埔里，因为我是暨南大学东南亚所，埔里送一送，然后睡了一天，隔天到台南，然后去成功大学找蒋伟文老师，因为我知道在台湾当时蒋伟文老师就是应该是。第一把吧，或者唯一一把台湾研究越南文的一个专家，到现在可能也还是第一把或者唯一一把，这个我不太确定啊。不过他的越南文对越南文化的研究，大概是应该在台湾，他说如果是第二的话，
那就只有我老婆敢说她说她自己是第一。啊，没有了，没有了，她好了，她第二，那还是姜老师第一啊。因为他有出过一本越南相关的书啊，就是《流浪失控一百天》，不过是用中文写的。那蒋老师真的是越南文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一次大概是我跟蒋老师第一次比较正式的见面，然后我就去成功大学，找到了他的办公室，然后来对龙宫台语。不过蒋老师很好，他还是跟我讲华语啊，因为我的台语实在不太 OK， 而且那天。我还记得是红衫军，然后就是，而且我开着一台红色的车子去台南，然后台南那边啊，红衫军到台南，然后就被围攻。后来我就哇，觉得这个气氛很害怕，跟你讲完之后就赶快闪人，怕被当作红衫军的车子。好，那之前我应该就我之所以会去找蒋老师，当然是因为蒋老师在台湾东南亚研究这个圈子，就是第一把交椅。所以我那时候四方报第一版出来，虽然印的也很黑白的，那时候还是纯黑白，然后我自己编的丑丑，但是我就很兴奋的希望分享给在台湾的东南亚学界，而且是越特别懂越南的这一块的蒋伟文老师。那他现在出书了，透过阿雄李阳介绍来这边，愿意来这边开一场分享会，我当然也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很希望，我觉得很高兴他可以来这边帮我们讲一场。那接下来的那个时间就你要先讲，出版老板先讲还是老师先讲？让蒋老师讲。好，那我们请大家拍拍手，欢迎蒋伟文老师。新早各班，新早，大家安安哈，大家晚安哈。太搞后哈，今天晚上哈，基本上用什么语言都 OK 了哈，我只是比较习惯讲台语，因为平常上课都是讲台语哈，如果等一下有什么问题，你要用华语、越南语或是英语、日语什么，只要我听得懂哈，都 OK 了。如果听不懂，就帮忙翻译一下 OK 哈，因为本来这个世界就是多元语言的哈，我们就尽量呈现原来它的面貌哈。台生呢，咱今天嘛做感谢啊，感谢我们张震哈，跟他结缘确实就是在四方报啊，那他也是我们台湾哈第一份的这个越南文的报纸哈，所以当初认识这个张震主编呢，也是感受到他啊非常有理想性哈，然后他有一个热忱，然后有一个理想啊，包括后来成立这个东南亚主题书店啊，也是很不简单的哈。因为要了解经营这个代志，实在是跟咱公党会做呢，很少人会愿意去赔钱做一些像这样的事情啊。其实我不赚钱。就算有赚钱，这个都是小钱了，这个赚不了什么大钱了，这个大家都会知道了。所以这个如果就他付出的来讲，其实都没办法补回到他的付出了哈。所以今天呢，很感谢哈我们张震呢。谢谢那提供这么好的场地来跟我们台北这个综合地区这附近的这个对于东南亚或是越南有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做个交流哈。我等下用台语哈，看有人听无台语，有没有完全听不懂台语的，完全听不懂。他是越南人。因为我讲，因为今仔伊本身是越南人，我对越南嘛足了解啊，所以其实无需要迄、那个，无需要听内容嘛拢知影啊。话计啊，咱就是今天我们就是多元的方向呈现啦，包括东南亚本来也是就是多元语言嘛，啊，那尽量对越南方面来平衡啊。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就稍微 pass 一下，我就用不同语言再讲是 OK 的啊。今天很高兴可以来这里，
啊，咱来做新车分享啊，分享会哈。啊，所以今仔咱唔是讲传播，讲阮三个在讲的，咱尽量希望吼，有较侪时间有大家会当来交流啊。啊，包括像拄只这位小姐哈，讲有要越南嘛，第一届去嘛，哪啥问题其实嘛拢当提出来啊，有什么？什么样的想法、意见、啊、都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大家交流一下啊。哎、哦，你在现场告人，他想要怎样都是我们的，好、哦，我们这个都可以随时调整的、啊、因为我包括我上课也是一样啊，我较不爱讲吼，拢单向的吼，拢干我伫遐讲，啊，学生拢困，安尼嘛无意思啊、哦，所以咱拢是用会当调整的哈，讲、啊、各位较想要了解是啥物物件，较有兴趣的，较想要知影。A 是倒一部分，哦、我等下内容我就当标，迄、那个标签哦，为遐在讲哦，因为我今仔我资料印着拢在啦，我所有资料拢伫内底，伫印着内底吼，啊，所以若要啥物资料，我随时调资料吼，大家拢会使用吼。敢有人要即摆先讲者，你较关心啥物议题？啊，我等下就当标签一下，吼、哦，来，咱后壁迄个大哥吼、哦，来遮。哦，越南民族性的这个，你可以坐过来。他们对那一些生活上面的喜好，变成跟台湾的喜好会不一样，但生活上面就比较保护自己住行啊，通流，他们的习惯或者他们的一个喜，就是对一个喜好方面，啊，这个是哦，民族性，对，对我们了解越南跟他们以前是不一样的。好，好，来。来了。是安怎去反控军改酒店进款？是，你这对讲能定真大个，啊，别告好来，好无？反正安尼好啊。每只人拢讲一改。哎，无，每只人拢讲一改，我着。我来讲，你在我们这边啦。每只人拢爱讲，我一定爱讲，每只人爱提着麦克风。你若是无爱讲，就传给下一个人，这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方式，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那个越南的李前了吼，伊就开始推荐用罗马字吼来做伊的国语字嘛吼。那伊在推荐的过程中，敢无拄着什么困难？吼，尤其像伊较早咧用汉字的时阵吼，应该嘛是有真侪拢共音的字嘛。那即摆人罗马拼音了对不对吼？伊拄着遐共音字，伊是咩样去区别？诶，你使用上吼，敢无什么困扰？吼，以上。好，来阿哥来，好无？好。可以的话，自我介绍一下。哦，介绍你是谁？没有，因为是朋友，我是觉得说，就是越南，因为我也不太了解，我也没去过，然后刚好朋友邀约，所以我想说，你来了解一下这样子。嗯，然后一般来讲的话，那越南人好相处。哦，好相处。应该没问题吧？哎呀，绝对好相处，绝对好相处。怎么样跟他们可以做一个连接？哦，谢谢。阿哥来，是你好。其实我以前是成大学生，只是我以前台湾系的课我比较没有接触。那后来是因为系上有办去越南的行程，然后我就跟着去，然后也有参观过自然研究所。我是想了解一下说那自然的方面它的使用上是跟中文差异在哪里？你什么系？你什么系？哦，历史。对一下啊，就好。现代。啊，现代历史。啊啊啊！你是以前啊啊。嗯 ，OK。啊，你毕业还是要跟？毕业很久了。哦，好 ，OK。好謝謝是好，我们是有兴趣是北中南差别很多，好像有差别。然后它的历史，因为我们不是很了解，然后它好像有印度文化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问题，就是它为什么之前打仗都可以打赢人家，然后还蛮奇怪的，他都打了很多，打都很好像很会打仗的样子，很难屈服，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民族性？好，谢谢。谢谢，来按门头。后面那个阿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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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讲嘛，可以可以。好，老师好，大家好，我讲越南话可以吗？可以啊。em muốn hỏi là tại sao anh lại viết cái quyển sách này, xuất bản cái quyển sách gọi là Việt Nam Hồn, cái tựa đề thì rất là hấp dẫn, rất là thu hút, và em là người nghiên cứu về ngôn ngữ và văn chương Việt Nam, nên là em rất là hứng thú, rất là muốn tìm hiểu là tại sao anh có thể là quá trình nghiên cứu và tìm hiểu thế nào để mình có thể đưa xuất bản ra được một quyển sách mà có một cái chắc là tinh túy, rất là tinh túy ở đây về những cái vấn đề có liên quan tới Việt Nam, cho nên là đây là một cái vấn đề mà rất là em thấy là rất là có hứng thú và muốn được tìm hiểu thêm, và anh có thể giới thiệu về nội dung của quyển sách và cái động cơ như thế nào để mà anh viết nên quyển sách này.啊，大家好，我叫玉美，来自越南。我本身是我大学主修是越南语言与文学，我对越南语言学有学习有研究，所以今天有今天的有新书发表会啊，越南魂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我很想来。来学习来了解，也希望可以跟老师请教老师有这样的研究过，不知道老师可以跟大家分享老师的动机老师的动机来写这本书，还有书里面的一些内容啊，谢谢。今天是高考的考证吗？em học ở anh đại học Cần Thơ. À Cần Thơ à. Chính quy đại học. À, hiện tại tôi tại Cố Lý Sư Phạm Đại học nên nghiên cứu sở, cũng là liên quan đến Hoa ngữ, Hoa ngữ. Hoa ngữ giáo dục. Hoa ngữ giáo dục. Đúng. Nhưng mà tôi thực sự là nghiên cứu có liên quan đến ngữ nhân, hay là văn hóa, xã hội, nhân văn của cái phần. Cảm ơn các bạn. OK, rồi. Xin chào giáo sư, xin chào tất cả.因为我越南话甲韩国话吼，真早，就是讲，当然因语言的历史，其实我无讲介清楚啦，我只是使用上较要会使安尼尔啦吼，我家己的想象，毋知影对毋对，就是讲因当初时咧会即个汉字的时阵，可能是。由上而下啦，就是领导人领导集团决定讲啊要废的时阵，所有的庶民的必须爱对咧废啊，所以可能庶民无机会有表达伊的声音的机会安尼，可能咱咧当然这是我的想象啦，我嘛毋是历史方面的迄个吼。我即摆想，反倒当来想，咱即摆台湾的时阵，可能是毋是嘛无啥可能讲，规个领导集团的头人讲决定讲啊，咱要安尼做，就有法度煞个叮当即个政策吼，就是讲即个时空背景无同款啊，咱是毋是变成讲，干那会使参考了，无法度安尼引用安尼吼，谢谢。有啊，这情况韩国嘛是真好个参考个地方。啊，韩国因为韩国，啊，因为汉字转到韩国，这部分嘛是特别参考哈。那今天来，喂 ，Hello， 张老师你好啊，我真正唔捌伊个越南历史啦吼，但是我就是要真正要知呀哦，越南的独立运动，甲有伊个汉字越南字哦的建立，白话字。就是现代越南建立跟我下面关系，还有就是闽中闽南，他是不是对这个越南的汉字转白话字，汉字罗马化，有没有不同的态度那样？对，好，感谢。多谢啊，多谢，感谢，多谢，感谢。啊，对嘛。老师你好，我是想要比较知道关于历史的部分，因为就我所知，南越好像很久很久以前是跟柬埔寨是一起，对，我只知道这样，所以如果老师能解释更多，那我觉得是很棒，谢谢。老师你好，我想就是除了就是对越南的部分比较没有很了解，但是想要知道说，比如说在台湾，
现在学越南文的比例，或者是比如说越南配偶的台湾配偶学越南文的状况怎么样？还有他们的在就是台湾的小孩，就是到底有没有在学他们的母语这样子？谢谢。好，好，够新来哦。啊，够新来，要，哎，大家要讲一下，较关心的议题。所以我介绍一下。想讲，希望越南的咧，虽然讲甲咱台湾情形无同啊，但是敢有啥物会当实际甲越南的好的正面的这个吹萨罗马语的这个经验吼，啊来。用于咱台湾，啊，会当对咱的这个所谓讲要南向啦、南进啦，吼，这方面的这个政策，来真正有帮助，嘿。啊，还有无？讲安啦。无吼。无要紧，随时有问题啊，拢会使搁提出来吼，咱搁会当讨论啦，哈。针对拄只咱。很多朋友讲的这吼，其实大多数吼，咱这本册内底拢讲到啊，大部分这本书里面都有谈的。这本书的目的其实也就是要回答这些疑问啦。各位有的疑问我嘛拢有啦，啊，你有感觉怪，感觉想要了解，其实我嘛拢想要了解。所以呢，大多数咱册内底拢有啊，啊，所以咱等下我讲的时，我无一定照拄只迄个顺序啦，哈，都先照我。啊、哦，一个 PowerPoint 吼，啊大概安尼来回答吼，啊那有到高会者，麻烦一个月再去甲一个提醒一下啦吼、哦。啊，这个我想越南吼、哦，我先讲一下，上头我为啥会对越南有兴趣哈？诶、哦，这部分哈，迄、哦那个啊李勇，你敢要甲翻译一下？分析。我敢分析吗？快分析啊！哎，李勇，你该翻译一下。网点的话，网点中文的，不你中文好啦，中文他们两个都可以听得懂嘛，啊、嗯，哎，你要不要坐中间？你坐中文，坐中文。老师，我请问老师有没有开台语中有上台语？啊，那我顺便。我先跳到最后好了哈，刚好呢，顺便再介绍我另外一本旧书啊，那是旧的书啊，另外这是免费的哈，可以网络上各位都可以用哈。这个，好的。咱就一本了。嘿。无，越南七头，够了。好，有啊，有啊。请问一下，好了，有了。啊。诶、欸，咱是嘛先说介绍另外一本啦，哈、啊，这是迄、那个，你要学台语也可以，要学越南语也可以啊。是完全不会讲台语。对对对对，可以，啊，就是有两本哈、啊，像这一本是有介绍啊，看手中的学点点把点带，啊，这就是专门设计吼，咱即卖有台越通婚的家庭嘛，啊，先生来学台语，不是先生来学越南话啦，哈，啊，迄、那个越南太太呢来学台语。啊，所以咱这是双语的哈，啊，内底有小解，啊，有用台语介绍越南话，啊，用越南话介绍台语，啊，内底拢有中文一本哈、啊，所以我这里拢有伫迄个网络上拢有，嘛拢有录音啦哈、啊，所以你只滑鼠扣过，滑鼠拉过去就有发声音出来哈，啊，你啊 QR code 用一个，啊，再来另外一个是迄个越南佚佗拢唔惊。越南佚佗拢唔惊是三语的，三语的哈、啊，就是台语、越南语加这个中文啊。啊，越南佚佗，拢唔惊是较针对台湾人，若要越南佚佗、出差、做志工，啊，也是讲自助旅行等等，你会当用，啊，啊，嘛是讲店内就有声，有三语，哦，啊，所以这会当来用，吼。啊，你啊，即卖当地已经学初阶，啊，要学较进阶，吼，咱有另外一本是越南纯粹哈，校园进阶越南语，是纯粹越南话，较进阶越南话部分，哈。啊，所以呐，俺能能不能学点台语，我得忙个呢，连忙推，连忙啊，对不对？连忙免费，免费，所以这是多少针对这样，各位哪有趣味，有想要学嘛是多少会使用哈。啊，我就先讲，啊是安怎呢？我乃想要啊做越南的这个研究啦，哈。啊，这嘛是一个机缘啦，吼，这是二十几年前吼，啊，迄当时我要
个学生的时阵吼，我大学时阵有做一个台语社，1990年代，我这来回溯到20几年前啊，1990年代我有做一个台语社啦吼，啊台语社因为咱知影嘛，迄当时都改良无偌久，讲一言吼，改良无偌久吼。啊，所以本土化的这个气氛嘛，正济，所以足济下来，这种成立台语社哈。啊，所以我当时我是伫淡江大学啊读册啊，我嘛成立一个台语社啊。啊，台语社当然一方面是要学台语嘛，啊学台语安怎读安怎写，啊，过来就捌台湾历史文化、语言文学哦等等啊，这些议题哈。啊，当迄当时大概就有咧研究，啊，要哪个家己母语救回来。如何挽救自己的母语嘛？哈、啊，啊想哎，啊那个周边国家有几个啊，就较特殊的啊，像越南呐、越南、韩国、日本啊，啊这呢，因较早拢用汉字啊，啊尾啊汉字会使讲拢无用，尤其是越南完全无，韩国嘛差不多拢无啊，啊日本是保留一部分的啊，啊这国家呢为汉字大大变作以家己的母语为主。啊，啊，佮家己民族母语、民族语言啊，啊，佮来伫政治上嘛是独立的，我着真好奇啦。啊，是安怎越南，尤其是越南，啊，完全独立啊，有法度伫20世纪的时阵摆脱着法国的殖民地，啊，啊，佮来伫即、這个后来呢，会当拍败即个，甲美国赶出去啊，赶出去即个越南，啊，佮来伫1979年，佮法度甲中国冻掉。无中国去要占领越南，等等吼，我两三摆我真好奇吼，想了解越南这是安怎法度民族会当独立？啊，过来，因独立了的时阵呢，要未完全独立的时候，因就讲哦，要用家己的母语吼，所以是因为安尼呢，所以想这个国家会当来研究看卖的吼。啊，尤其迄当时1990年代，咱台湾甲越南的关系算拄开始尔嘛，啊，所以市面上其实要找越南的资料嘛，足少。会使，时阵我要学越南话，根本就无越南话册啊，吼，会使讲足少。啊，要了解越南，嘛足少越南的册。那有拢是迄种啥越战，啥物啥物啥物啥，拢讲着越战的物件，啊，拢是啥物国防部啦，啊，无啥物联合报，啥物出的遐，遐一寡拢较过时啊，较旧的资料吼。啊，所以就想讲，有机会应该去越南看卖咧，吼。啊，所以是因为安尼，然后开始对越南趣味，哦，啊，所以尾啊，伫1997年。我伫美国读册时阵呢，我利用休落时，就去越南，第一届去越南。去诶时阵，迄当时越南拄开放，拄开放才10通单尔吼，所以迄当时甲即卖比，其实差足侪啊吼。你若即卖越南已经足进步啊，即卖越南其实比阮台南较闹热，你若何来也是讲，我只是讲比台南较闹热咯。啊嘛甲台北差不偌济啊，吼，甲20当前比起来，实在是差足进步嘛，真济吼。啊，所以是因为安尼才导来，想讲，想要去了解越南。啊，所以我迄届第一届1997年去的时阵，是一个台商甲我介绍啦，我去，啊去，拄开始去的时阵，我做印象足深的啊，就讲伊路哩拢差不多脚踏车，啊无就奥多拜尔，足少汽车，那时候还很少汽车。大部分拢西搭脚踏车，啊无就奥多麦尔。哦，奥多麦也无济，大多数拢是拢脚踏车较济吼。啊，另外住饭店，迄好体哦，细个囝仔咧，迄差不多像即种安尼民宿街尔。因迄当时拄因开放嘛，也无即卖遮舒适的饭店。啊，所以去的时候我看，哎呦，伊迄度搭一个双喜，你知道？哎，啊头家迄个头家敢若是华人，伊讲加减中文，伊讲你是要来娶越南老婆吗？迄当时。台湾开始就有甲越南通的，1997年已经有啊吼。啊，所以也想讲我是要带越南某，我无啦，我是来遮佚佗参观一下安尼。啊，所以是因为安尼才开始去越南。吼，啊，了我就去遐问讲，越南，我去因个大学问讲，恁遮有啥物所在有伫教越南话啊是无吼？啊，尾来我第一届是去胡志明市的西贡吼，西贡吼。啊，迄当时呢，社会人文大学。啊，因迄种是有一个越南语中心，就专门外国人学越南话，啊，所以我着收集资料了。我计当较去，啊，所以我第一届去时间去短短啊，无几工尔，吼，是因为安尼开始，开拓着即个甲越南的关系，吼，啊，所以当尾啊，着我相关的研究着拢甲越南、甲台湾有一寡比较，所以我做的拢是越南、台湾比较，台越比较严重，
啊，这哦，大概是安尼的开始哦。啊，所以像咱拄则讲的吼，九零年代到两千年这十几冬当中咧，台湾通风足济啊，像这是伫阮高雄吼，高雄的小港机场，我想台北嘛同款吼，高雄。即卖嘛同款啊，那大家若去越南吼，班机足侪拢嘛，嘛是拢是妈妈带囡仔要返去，也是讲要返去探亲的吼，即种的比例真侪吼。啊，像这是进前2002年，迄当时我去胡志明市的即个驻咱台北驻遐的办事处，去遐做访问啦，遐就是。啊，因迄当时吼，还阁是旺季啊，就是台湾同样阁足侪，像这伊讲哦，逐工拢是安尼场景，就是你要登记结婚嘛，啊，你来，比如讲要登记结婚吼，啊，要办签证啊，吼，啊，你要办签证，伊弄一个简单的一个登 workshop 啊，一工你来先来听演习课，听一工了，才当互你签证，啊，啊，主要嘛在看看你到底真诶还是假诶，吼，结婚是真诶假诶吼，所以以前这是迄当时旺季，当然即摆即几年又淡薄较减少啊，吼。啊，即迄当时真侪，一天拢几百人诶吼。啊，像这是阮进前即个六十几年前吼，迄当时阮办即个台湾青年团哦，我才十几年前，咱有办迄个台越青年团吼。啊，迄当时本来其实主要一开始是要招学生啦，毋过迄当时甲即摆吼无共，迄当时诶气氛还阁无即摆讲开始有即个新南向气氛，大家可能较闹热吼。迄当时要招学生是招无几个，哦，足少人想要去个，哦，啊，这是咱进前我办迄个台湾青年团吼，啊，拄好一挂，啊，有一挂人啊，内底话嘛，吼，咱即摆嘛有伫现场个啊，吼，但是迄个十几年前个话，相片可能小可无啥共，差足济，啊，这是以前，十几年前个，嘿。啊，这我无，因为我翕相啊，这我伫翕相啊，所以我无伫内底啊。这是杨子阳在那边。哎，旁边。啊，所以迄当时，咱这个咱办迄个青年团，咱有一个口号啦，吼，就讲吼，咱少年人呢，哦，都爱到海外。啊，迄个海外是要创啥？唔是要讲迄个逃离台湾的，啊嘛唔是讲吼要远走他飞的，咱是爱去海外拓展台湾的视野啦，啊、哦，所以这是最足重要，就讲咱的家己的观点，咱的观念是啥？同款一个作为，你的观念若无同，你的结果是无同的，啊、哦，你若心无伫台湾的时候，你出去你是啥？逃离台湾尔，啊，你就远走他飞，啊，就走外国，啊、哦，啊，但是你若是无同的眼界的时阵呢？咱去到外国，那是把咱台湾拓展了大，拓展了台湾事业啊，啊、哦，所以这足足重要啊，变变一件代志，啊、哦，虽然是安尼做，但是你用什么角度去做啊、哦，这是真重要啊。所以包括咱即卖新南向嘛同款哈，因为新南向当然有无同啦，有无同的款的看法啦，有的人嘛惊，哦，咱讲过去讲咱反对西进，早期我们说反对西进，怕台商全部投资中国，惊拢去中国嘛，啊，咱都要掏空台湾啊。啊，你若有诶人嘛质疑啊，啊，你若去新南向，啊，你若去东南亚，毋是共款，甲台湾搬过遐，而且无共哦。就是讲，咱看咱是要安怎来看待这件代志啦，吼。你若是用无共角度，你若是心内有台湾，你做诶物件，比如讲咱为即卖产业，伊可能，比如讲好啦，咱用学校啦，我较了解，以学校来讲，咱即学校无欠足侪学生诶啊，对无？啊，即日本其实嘛拄着即个问题呢，啊。啊，咱即个学校，咱即个欠学生阿变怎？有个人讲，啊无咱去中国捡学生就好啊，对无？哎，啊，若要中国，啊，咱不如去东南亚捡学生啊。咱去东南亚捡学生，一方面呢，咱无迄个政治上的问题嘛，较无甲中国即种政治的问题。过来，咱即摆对东南亚来讲，台湾对因来讲，即摆还佫有一寡吸引力啦。啊，若佫过几档，咱差不多就无啊啦。其实若佫过几档，真难达。人就无甲你看在眼内啊，当然无甲你看在眼内。即卖其实就已经足勉强啊，真正啊，即卖已经足勉强啊。你若真正，你若像阮二十年前去越南，甲即卖去，真正差足济。啊、哦，二十年前越南拄开放，伊看到外国人足拢足好奇个啊，拢敢袂是看到即种稀有动物个，啊，哦，看到种翠雀白雀，啊，种迄个
那这样伊无共啊，你这样伊呢？伊看到外国也无讲，也无讲卖啥物啊，也无啥物遗憾啊。啊，伊逐工在遐看足济啊，甚至去越南的外国人比大较济啊。哦，伊也袂感觉啥物遗憾啦、啊，哦。啊，所以你若像新南向，诶，若就学校来讲的时候，利用这个机会去东南亚，加吸收一挂学生，建立双方的迄个关系，这其实蛮有好处的啊。哦，即个留学生来到台湾读书，或者讲台湾学生过东南亚留学嘛是噻，吼、哦，咱双向的。啊，即未来作为咱政治也好、经济也好、文化也好各方面的国民外交，其实拢有帮助的嘛。哦，啊，所以是同款的一件代志。啊，咱是咱的价值观，咱敢讲，咱的看法是安怎，迄足重要个，吼、哦。好，啊，这是进前啊，咱有一寡办一寡交流的一寡相片啊，像这是较早阮送。送册去予越南哦，因为头仔拄仔讲个十几年前，迄当时越南拄开放无偌久尔吼、哦，所以对外界资了解嘛足少个吼，尤其像越南面对台湾了解嘛足少个啊，伊若知影，拢差不多是中国互因个资料啦。我进前去参观因个社科院啦、国家大学啦，会使讲吼，因个有关台湾册全部拢中国送个。足少有台湾的，所以因的声音拢就因看的观点拢中国的观点嘛，啊，所以尾啊，我迄阵送真侪册，将近要一千本的册去给因，吼，这是迄当时十几当前，咱送册去的迄、那个，哎、欸，啊，咱嘛爱提一下吼，足侪拢是前卫赞助的，即咱感谢咱前卫呢，啊，林文清社长吼，以前阿三哩，迄当时我敲一通电话讲的，伊讲好，伊手头因有诶有剩的册呢，全部拢送一份。哦、所以是袂歹，大家若有机会再甲学因一下，吼、哦，诶、啊，所以这是会使讲是越南有史以来第一届呢，摕到遮侪有关台湾研究的册，哦，这是嘛是一寡交流的物件啦，吼、哦，啊，即咱也快速带过就好吼、哦，啊，即、這个像最近啊，讲到迄个巴拿马甲中华民国断交即个物件，吼、哦。即有当时啊吼，咱开啊侪钱去维持迄种的建交嘛，不一定是较好啦，也不一定是好啦。就是说维持那种建交也不一定是好啦，因为咱开足侪钱的呢。啊，有当时啊吼，其实咱若把遐钱省起来，咱来做一寡国民外交，哦，非正式的，但是是国民外交，其实咱得到的效果不一定较差啦。啊，即咱后壁我会去补充哈，就是讲。有一寡物件，咱过去拢敢先过重视迄种正式的外交啊。有一寡正式的外交吼，你颠倒无一定会当达成咱要的效果啦。啊，有些非正式外交反而是可以达成的。我先举个例啦哈，譬如讲哈，咱这个，咱迄个几年前哈，几当前呢？啊，这是几当前呢？越南呢？伊就办一个越南文学论坛，加一个亚太文学论坛，啊，亚太文学论坛，啊，啊，真大一个国际的文学的一个研讨会甲活动，啊，也是一礼拜的活动，拢总超过五十个国家去参加啦，哦，啊，像这种伊虽然是非正式，不过呢，因为伊是越南作家协会在办的，啊，越南作家协会其实是半官方的单位啦，因为伫共产国家吼。因这管制真严，所以伊这等于其实是官方、半官方的性质吼。啊，伫这个协会内底呢，一般的这个这大的会呢，咱台湾像这是啊，是我嘛代表咱台湾去吼，咱台湾笔会吼，台湾笔会呢嘛代表咱台湾去。啊，为啥呢？咱去，因为咱平时就私交啊，平时咱就有一寡交情滴啊。啊，啊，你若讲干要正式的，歹势，你若正式吼，你。台北驻越南的办事处，敢会当去哩？歹势，伊无法度，伊无法度受邀请，因为你登到官方的，伊无法度来。但是因为咱虽然是民间的，但是伫这种国际场合，咱咪当去哩啊！而且伊佫甲排伫第一个位啊，排伫上头前啊。哦，啊，对咱来讲，甚至呢，车辆机伊嘛甲你拆出来，伊嘛唔惊呢。虽然我知影在座足侪人可能无介意，不过呢，伊嘛唔惊，伊嘛甲拆。今仔日也是一个官方的。台北办事处跟合作，歹势无可能。你官方等到伊袂爱肯，等到民间伊会当肯。啊，民间咱开偌济钱，无啥物钱啊，甲机票遮大，遮大阁是呐，阁是交他个啊。哦，所以其实是干那平时咱公关也做，爱开那偌济钱，
足少啦。你若甲进前援助巴拿马遐钱摕来互遮 NGO 吼，迄毋知咱做偌济代志啊，真正包括你讲分一寡互咱迄个主题书店，即着咱做偌济国民外交啊，对无？真正呀、啊，啊你用遐交遐官方去哦，扑通弹落海尔，真正。所以咱其实咱有当时爱重新思考，长到长长互你切切互你嘛好啦。切切互你吼，安尼台湾人嘛较觉醒啦，啊就遐钱来做国民外交。无较输遐外方个啦吼、哦，啊！你像这伊个文学会议顶头，你来看，我个政经嘛，甲写台湾啊，台湾啊，台湾就台湾啊，伊嘛无甲你写台湾出来呐。我若讲我就来就台湾，因为伊知咱个立场嘛，平时咱就拢有交陪，拢知咱立场，啊！伊就甲台湾就台湾啊。啊！你来看，车轮机嘛甲放遐呢，伊伫个文庙文庙内底呢，哦。啊，各位唔通想讲，即足简单，即无，即是足难的，因为吼、哦，你知，越南因官方是认定一个中国哦，而且伊讲到是足明，台湾就是中国一部分，啊，干一个中国名，应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但是因为咱是民间的单位去，等到伊会当予咱的这种的礼物啊，哦，啊，所以这就是讲，咱头脑爱小动一下吼，方法爱小动一下，包括像这是。迄当时迄、那个，就是迄个文学论坛的时阵，大家各界人拢去念念因的因写的诗，我嘛去哩啊，我去遐念台语诗，我搁甲念两首咧，两首台语诗，哦，伊嘛无甲反对啊，嘛照常念嘛念啊，我念完落来吼嘛拍我拍架，搁换面子来甲换，因讲吼，哎呦，原来台湾是用台语哦，因为我去我搁介绍啊。伊讲我叫是台湾是用中文，我讲无，台湾足侪嘛搁用台语啊，欸，效果嘛足好个啊，对无？结果咱即逝吼，即外国无敢赞助拢无，即拢咱家己私人个经费去个，啊，哦，嘿，咱机票家己出个啊，啊，去也是落地招待，啊，机票咱家己出个啊，嘿啊，啊，就是咱私人出机票啊，过遐因遐招待，嘿，因遐完全招待。哦，包括譬如讲，因去即个安排各国的代表去见因呢，因叫国家主席啦，国家主席啦，等于总统了对啦，台湾叫总统，人家叫国家主席。咱嘛台湾嘛去啊，对无？虽然咱无官方的代表，毋过因为咱平时有交陪、有交流，所以咱嘛是会当去啊。这是因的迄个国家主席吼、哦。啊，过来，请这是。因个电视台知影咱台湾有啦，伊嘛访问啊，而且我当场，伊本来讲要叫我用中文讲，我唔免，我用越南话甲你讲就好。哎，等到佫做完，伊我用越南话甲你讲啊，啊、哦，啊，所以这是平时国民外交的重要啦，啊、哦，唔免干呐强调迄个正式迄种形式上的外交，哦，啊，这是拄好顺接吼，啊，补充来做一个解说吼。哦好，啊，咱即摆搁翻头，即摆呢，咱台湾来台湾，两双方的即个交流当然愈来愈密切啦，吼、哦。尤其是即个伫教育、学术这方面吼，真侪吼。譬如讲像咱成大，即摆都已经有百外个，140几个即个越南的留学生吼、哦。但是咱即摆较可惜的就是讲，咱即摆拢是东南亚来，咱才较侪，啊，台湾去东南亚较少，啊，这是足可惜的。啊，即个爱调整一下吼，就是讲吼，台湾学生其实嘛爱尽量去东南亚，啊，爱双向的一个交流，啊，因为呢，咱嘛爱认识伊啦，咱即马拢是人来人认识咱这边嘛，了解咱台湾嘛，啊，咱嘛爱了解越南嘛，另外咱嘛爱有人啊，啊，无即马变成安啦，咱即马台湾吼，譬如讲好法院啦，还是派出所啦、警察局啦。大家若拄到要翻译，要越南语翻译，啊，拢在请越南的姊妹啊，啊来翻译。啊，你台湾人家己敢无迄个人才？吼、哦，你台湾人敢无迄个人才？无啊，因为你政府都无咧栽培啊。政府过去的头脑拢敢想外语是啥？英国 English 安尼尔，拢想英语尔，啊、哦，拢英语为主尔。啊，其他的足少个啊。啊，那有叫叫日语啦，啊，无就是欧洲的语言尔。会去想到东南亚语的足少啦，啊，这是爱改变，啊，爱改变吼、哦，啊，所以其实咱即下应该鼓励，尽量鼓励吼、哦，
我记一个例，这咱也无做吼，其实对台湾嘛是不利的。我记一个例吼，像以韩国就好啊啦吼。即摆韩国呢，去越南留学的人嘛足济呢。嘿，对，我正就要来讲哦，前者是韩国，韩国的一个著名 lottery 啊，即较早嘛来过咱台湾啦，但是尾啊听讲啊倒打，白人啊，龙德利，嘿，龙德利啊尾啊倒去啊吼，但是人即摆去韩，去越南发展一个变啥呢？越南的麦当劳啦，会使讲是越南的即个 fast food 哈、哦。熟悉的会食物的量头老大个啦，啊是安怎有法大安尼？啊，这是一个举例尔，啊，就是讲韩国为什么伫即十年来呢，伫越南甚至伫东南亚达到爬起来，超会使讲超越台湾啦，台商啦。你若二十年前我拄去越南时阵，好，台商外嚣摆呢，行路拢有风，化水会震动，迄水甲化下变积啊冰，你知毋知？化水会震动，真正二十年前台商是安尼，但是尾啊呢，走下坡，一直落去，甚至到前几年，佫用排洪站对无？迄个排华事件佫用站，为啥来安尼？即咱家己嘛爱检讨啊，其实咱家己爱检讨，当然讲个话当然，咱即摆敢讲吼，啊人韩国才两千年以后吼，大大愈来愈济。我上早二十年前，我去越南，韩国越南话时，我学志明是越南话时哦。迄当时啊，拄到一个韩国，敢一个韩国学生尔，啊，阵啊美国啊无日本上济啦。啊，伊韩国学生阁是一个老伙仔，五十几岁啊。啊，伊他因又参加过越战，伊讲哦，又参加过越战，啊，着对越南有一个感情，所以阁来遐哦，嘿，伊也学越南话安尼尔。少年啊，越南啊，迄个韩国少年足少的。不过为两千年以后，对韩国迄、那个，因有一段迄、那个金融危机了呢，规个改造了呢，好像愈来愈侪。为什么呢？因为因韩国鼓励因的少年人呢，去世界各地，譬如讲你东南亚，啊，遐读啥？越南因的大学吼，真侪较有名，大拢会设迄个华越南学越南学系啊，越南学系。啊，华越南学是咧创啥呢？每一间学校华越南学无啥共啊，但大概两种类型啊。一种是像胡志明市的人文社的大学吼，伊华越南学越南学系完全拢招外国学生。啊，你外国学生去吼，你着为上基本越南话开始学，越南话学安尼啊，佮上其他的课，比如越南文学、越南文化、越南经济，读四当了，啊，你摕一个学士。啊、哦，摕一个学士的学位，啊、哦，啊，另外一种是，一个除了外国学生之外，伊阁有收本国学生，啊，遐本国学生主要就是后盖你想要去教外国人，敢教越南话，你得去读华北越南学系安尼，啊，即即摆足盛的，因全国吼、哦，差不多有三四十间大学拢有即种系，啊，南部上有名的胡志明市人文，社会人文大学，啊、哦。啊，荷兰的，我啊荷兰的社会人文大学，加这荷兰大学，这三间上有名啊。啊，这外国人读拢足济啊，哦。啊，你像啊，因这个啊，这间这就是这个胡志明市哈、哦，社会人文大学啊。啊，像这是这个现任的系主任，啊，这个华北大学的主任啊。伊讲哦，因系呢，差不多八九成拢韩国学生啦。啊，我嘛去去哦，因这一个休息的一个广场哦。好，差不多规阵拢韩国人，拢听伫遐起伫厝，就是讲韩国话。真正韩国人足济啊！啊，敢有台湾人？我甲问吼，敢有台湾人？伊讲，嗯，我想看卖呢，嗯，敢若有，佮敢若无呢？嘿，有一个啊，两个安尼呢，当然足济。对啊，所以這是台湾的问题，台湾的问题。哦，所以你啊看，因咧人韩国是安尼，一个人少年人去读越南学系，读四当了。啊！你适当了，从啊，你老的在地企业、韩国企业吃头路，所以因的韩国料理呢，因的做的物件呢，伊的干部叫啥物啊？伊就越南学校毕业的，你就留在遐嘛，啊，在那企业吃头路做干部嘛，对不？
所以人就袂发生排寒的事件嘛。啊，咱台商是哪？咱台商的管理干部拢大多数拢找中国的啊，就为中国遐陆干找来嘛，啊，做中介干部嘛。哦，啊，陆干你嘛知影，中国人看对看越南吼，嘛是看作无起的啊。我拢甲看作细汉的，你知道？拢甲越南当作细汉，啊，就化起化落，啊，无要拍飞机哦，拢是安尼啊。啊，所以就引起人反感嘛。哦，啊，人就。因基层的遐个劳工就讲，啊你台湾人就是联合中国人咧欺负我越南人嘛，所以这嘛是当初会败坏原因其中一个嘛。那么啊，恁两个就斗空咧欺负阮越南人啊，啊阮越南人拢做上基层的劳工拢安尼做，啊好康的中阶、高阶干部拢恁中国人啊，无台湾人，所以这嘛有关系嘛哦。所以你也看，像这落体了，你看伊用的这学生全部拢少年啊，拢韩国人啊。这是几当时阮去的时阵，因拄啊伫遐办 promotion 促销活动啊，啊就看阮几个伫遐热热死，我就来阮迄度，哦，就跟阮伫遐翕相咧，哦，因为人韩国是安尼呢，哦，因的企业，甲因，就是讲因的企业界甲教育，哦，甲这少年人，拢是结合做伙的啊，哦，啊当然佫足侪原因啦，哦，所以这嘛是咱即卖未来新南向，哦，就是讲尽量爱。鼓励吼，相向啊！即摆当然来，诶，学生来咱台湾应该真侪啊！啊，来相对咱台湾人去台湾要足少，啊，这是爱去加强啊，这是爱加强吼。啊，无会安怎咧？咱对台湾的了解，拢是透过第二手的资料、第三手的资料啊，咱拢无一手的资料啊，咱拢是引用人西方的资料，啊，无引用人日本的研究的成果，咱拢无，啊，无甚至上下面是研究。引用中国的研究成果啊，啊，讲到中国，我较早二十当前伫越南读的时阵，嘛拄着足侪中国学生呢，中国留学生越南嘛足侪呢，尤其是荷兰特别侪，因佮迄个荷兰即个几啊间大学，因拢合作，规班拢是中国留学生呢。啊，我较早有一届去哈，去某一间学校，伊也要学的时阵。伊想我台湾人啊，可能嘛讲中文，所以把他踢对中国班迄班，把他放伫遐，是啥？但是人迄个拢是啥？伊拢是江西啊、广西啊，拢学两冬啊，了才来呢。伊呢作者拢是二加二，就是因伫本国学两冬，越南的了才过来荷兰学两冬。人学两冬，我才学两个月尔，伊对袂到，你知道？尾仔讲我无法度，哦，啊，所以尾仔才阁另外调伊无同班，哦，所以人中国嘛是长期咧经营咧。啊、哦，因迄当时当了几啊百个，可能上千个，所以你啊看中国甲越南迄个边境啊，迄个两山吼，两山吼，两山伊啊嘛边境贸易嘛，啊你啊有机会哦，因即卖嘛有开发迄、那个有迄个公车旅游的啦，旅游巴士吼，为何呢？直接坐迄个江西。哦，有一条直达迄、那个诶，国际的迄、那个诶、那個、旅游巴士吼、哦。你若过关口，你看中国迄关口哦，起啊足大啊。啊，过来因遐关口遐个迄个人员吼，足侪拢向越南卖呢，中国人呢。伊关口人员足侪向越南，伊毋是讲吼叫越南人来做志工做翻译，毋是呢，咱是因中国人家己的，佮少年的呢。我看，哎呦！规排真正拢是向讲越南话咧，哦，啊！你讲台湾的海关有几个讲哦？哎，啊，若越南人来啊，卖许卖钱吼，啊，伊家己发到用越南话甲你讲的，差不多拢爱找越南志工啦，越南妈妈做志工较多啦，啊，这一差就差人一开啊咧，哦，啊，这就是啥？咱的政府就无眼光啦，哦，真正政府就无眼光啦。十几年前我拄到迄个教育部某一个。我处长吼，咱卖讲啥物人，我也讲吼，伊啊这应该爱鼓励大学吼，适当南亚学习，而且东南亚学习啊，你基础尤其大学部吼，爱为语言开始，你语言啊无吼，你讲的做迄研究拢假，拢是二手研究尔。哎呦，讲啊有这个需要吗？这个有需要，我了半大讲啊，你知道？迄当时两千零几年的时候来讲啊，因为感觉讲刚好迄个需要。所以你也看嘛，咱即摆全台湾，敢那对啊，暨南有啦，吼、哦，暨南嘛是，甲前几年才开始有大学部吼，无、哦、以前嘛是拢甲研究所尔。啊，暨南之外，啊即摆
高雄大学一个东阿基的学校，内底一个粤语组，差不多是安尼尔。哦，啊，剩诶都差不多拢无啊。哈？是啊，啊，正大伊是迄个学位学程嘛，那个有东南亚诶迄个学位学程嘛，吼、哦，哎呀、啊。哦，但是迄间差拢差一开啊！是一个系啊！哎呀，迄毋是系啊，迄学学程尔，学学程，迄是随时就可以中断的，迄毋是长久。第一种像迄交大嘛，就是学位学程，就是一点就是长久学系。是啊。是系，但是学生入来。我知，你就算讲有啦吼，其实相对吼，你若甲台湾、甲越南也好，啊，甲东南亚贸易，啊，是讲文化关系，迄比例伤低啦。嗯。人韩国就几哪个？大学拢有咧教，莫讲你像日本嘛同款啊。啊、哦，日本像我前几年去因即个外国语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咱嘛越南语系啊，含辽国、柬埔寨嘛拢有咧。啊、哦，迄少数民族人有啊，人一校开三四十种的语言咧。啊、哦，毋是干迄种欧美语系迄种的，所谓较侪人咧讲的尔。伊迄含东南亚少数人、非洲少数人咧讲，伊嘛拢有遐相关的。诶老师甲研究人员诶，你一个国家就是爱咱才强，哦，啊无你全部拢是透过英文，透过其他二手诶资料，你是要哪甲人做竞争，哦，啊所以这就是讲，即个咱伫这方面吼、哦、交流诶部分吼、哦，嘛是爱去小加强一下吼，啊、哦，我再头半我小换一下。啊，所以像咱即摆即个真侪学校吼，差不多拢有即个东南亚学系啦。啊，其实呢，不毋是东南亚，英文系啦吼。啊，你英文系遐侪，使讲泛滥啦，实在成泛滥啦。其实是你爱分工嘛，你一个国家你得有无共的人才嘛。你会当讲英文系较侪是有看无要紧，但是你全部拢英文，不管家己英文系怎啊嘛危机感呢。足侪英文系嘛讲，啊，因即摆研究所无啥人要读啊。哦，学生嘛愈来愈少，啊，当然啦、啊，对无？啊，正经你像东南亚，也是讲一寡甲咱较有关，啊，颠倒伤少，我感觉这是爱个改善的一部分吼、哦。啊，再来，针对这个越南的部分吼、哦，咱即马来小讲一下吼，因为对越南可能话有了解，话无了解啦吼、哦，啊，咱就先为上基本的咱简单小解一下吼。哦啊、哦，越南啊、哦，这是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古地图哈。啊、哦，越南是这哈、哦。啊，越南伊的面积啊、哦，咱台湾的九倍外啊、哦。啊，这人口呢已经九千几万了。讲到这吼、哦，我二十当前去的时阵啊，越南人口才七千几万尔。二十年前我刚去，印象是七千多万的，现在已经加两千几万，惊到加一个台湾的人口出来。哦，啊，结果。其实当前咱台湾两千三百万，即摆嘛是两千三百万，啊，听讲未来阁会倒九的，愈来愈少的，即嘛是真，值得咱家己思考吼。啊，越南嘛是多民族的吼，伊外四个民族吼，啊，其中上主要是羌族、维京吼，维京是因所谓越南人吼，叫羌族吼，即样才高雄吼。啊，越南呢南北真长啦吼。按古早时，其实干啦，差不多北部迄部分尔吼，因越南是无共年、无共时代到达向南拓展吼。啊，即、這个包括南部的拓展呢，其实嘛甲郑成功的部下有关系吼。即、哦、咱等下嘛小块提起啊，郑成功、郑成功啊，有三千个部下尾来去投靠越南王吼、哦。啊，伊当时因着去协助越南王去南部吼、哦。啊，古早时南部是柬埔寨啦，拄则有人问着迄个讲。你甲柬埔寨的关系是安怎？越南即卖南部啦，吼，应该是讲中南部啦，吼。中南部即古早，伫中部是古早是占巴啦，吼，占婆吼。诶，啊，若较南部遐是古早是柬埔寨的啦，吼。啊，因为越南五条迄个时代有一段时间算真用吼，啊，佮透过即个郑成功有三千个部下，啊，三千个都有战争的经验嘛，哦，啊，过来就是你若无战，你着。就死啊！无路通去啊！所以嘛是爱战哦。所以我啥真真厉害啊！所以迄个黄条利用伊去拍柬埔寨哦，啊，所以尾后才甲规个南部拢占起来，是安尼吼。
然后这个越南的气候南北嘛无啥共吼，西北无啥共吼。北部呢，甲咱台湾北部嘛较接近吼。啊，若南部呢，伊是冬季甲雨季吼，甲咱台湾南部嘛较像小块吼。啊，这个政治中心吼，后来首吼，后来是首都嘛，政治的这个中心吼。啊，若经济是胡志明市较好吼，所以古名叫西贡吼，西贡吼。啊，即卖人口嘛真济吼，胡志明市。我较早去才三四百万啦，即卖变已经讲八九百万啦。哦，即卖一个大胡志明市吼，它八九百万，所以人嘛变足济吼。啊，荷兰嘛才五六百万吼，嘛真济人。啊，因个即个政治制度呢，啊，因即卖是共产党专政啊，甲以前个台湾共小可类似啊。较早国民党戒严时期差不多是同款个情形吼。啊，因有党个总书记吼。啊，国家主席、内阁、国会等等这吼，啊，因开放是他八六年，1986年以后开始较开放吼。啊，因一开始上开放的时阵呢，算是上早干开始有经济往来是国民党，啊，迄阵国民党算较早期，啊，所以你啊，像讲，即摆胡志明市南部呢有一部遐个工业区吼，迄个早期国民党去投资的，啊，所以算国民党。所以国民党上早甲共产党和解，是为越南共产党遐开始吼，先和解吼。啊，当然，即越南的边境所得嘛增加真侪啊吼。即因即摆逐单拢有进步吼，即摆才两三千块美金吼。我会记得我拄开始去越南的时阵吼，20年前我拄去的时阵，啊，因为我应该是搁较后来吼，我写论文吼是2001年。所以15、16年前吼，啊，拄我去遐吼，哎，要做调查嘛，我做这个博士论文吼，我的博士论文是咧做实验，就是实验越南人学罗马字爱学偌久，才通读会晓写，啊，台湾人学汉字学偌久，才通读会晓写嘛，啊，我去因个越南个国校啊做实验吼，啊，迄当时还阁作业个，迄当时吼，你若要创啥拢爱写公文，啊，来申请。按通过才会使，包括我若要调查，遐拢爱申请吼，你若无申请嘛袂使。包括迄当时外国人去越南若要住吼，无像咱台湾遮自由，伊要住嘛爱迄个头家吼，伊有牌，啊，伊会当租予外国人住，才会使租。啊，你若无牌呢，啊，你袂使学袂租人，你若租人是非法嘞。所以我就捌一个朋友呢，啊，伊就捌去甲。歹甲一个出来去租吼，啊，迄出来去无牌，哦，啊，叫做住到半暝，就公安来要抓人，结果吼穿一条内裤就走出去吼，走红局，啊，公安敢若有到嘿放狗入去局吼，诶，即敢若电影的剧情吼，诶，啊，所以迄当所以越南进步嘛真济啊，吼，这是他15、16年前吼，迄当时还阁真保守吼，啊，迄当时越南工资嘛也足俗个。啊、哦，我当时因为要做调查嘛，所以我有找这个越南人做助理吼、哦。啊，当时我有请个大学生来做助理吼，得、哦、一天做4点钟，半工了对啊，啊，一礼拜5天吼、哦，啊，一个月薪水偌济？恁知？恁要看卖？啊，一个月？彩票两千。啊，我算较有量的头家，我给伊1000啊，1000块台币。嗯。有啥来讲我较有量呢？因为吼，你若伫遐做苦乐吼，做迄种恶心吼，越南话叫恶心，就是迄个阿信啦吼，就是帮佣啦吼。你若做伫越南20年前，你若做帮佣是做24小时哦，啊你才互伊带了呢，一个月500块代表就是啊。这以前是安尼，500块代表是安尼，哦。啊，所以当时学生迄做半一百块，一个月1000块啊！我先请10个，请十个，哎，啊，就哎呦，那种加请寡吼，一方面到做调查，一方面是怎练越南话，哦，啊，英语较袂晓嘛，所以拢教讲越南话吼，所以安达学哦。十个啊，就十个类迄个，啊，所以你看，迄当时即10几年前，啊，即卖无啦，即卖你呐。因的劳工平均一个月嘛爱100块美金，还有3-4千块啊，嘿，所以即摆有较起价啊。啊，像这是拢较早以前的相片哦，像这是即、這个，啊越南啊早前呢，
啊，因为较善钱吼，所以一个脚踏车，一个奥多麦，一个四轮吼，都拢爱载东载西吼，像这一个脚踏车嘛，逐物件拢会载，吼，足厉害，吼，啊，像这吼载东载西，吼，载鸭嘛会使，吼，用载猪啊，吼，嘛来细只猪啊，吼，甚至大只猪嘛会使。我阁捌看过载几只牛咧，哎，几只牛拢阁载伫后壁，不过越南牛较细只，台湾牛较大只，越南牛较细只是嘛。啊，真正猪的话，哎呀，足厉害，所以这当申请的军事记录，哦，足厉害，哦，啊，像这吼，规个藏足侪胖，哎呀，法国胖，哦，规个，哎。啊，都在是一寡较趣味的相片哦，各位。这个，啊，这个越南吼，因经济开放了，其实嘛进步真多啦，吼。即卖甲十几当前越南已经会使讲无共啊，逐当拢有咧进步啦，吼。像咱看这倒手柄，这是以前的迄个公车，早期的公车，啊，这是即卖，这像这即卖巴士吼，这游览车就像安尼，叫做。所以即卖游览车无输台湾啊，甲台湾差不多啊，吼，生活也袂歹吼。哦，啊，越南的一寡节庆吼，即咱来小讲者，越南的节庆内底呢，比如讲上大是即个旧历年，啊，旧历年，甲咱台湾同款是用旧历的初一啊，旧历年啦，也是讲中秋节，啊，越南，啊，越南嘛中秋节啊，像这，不哩个呢，这嘛是咱会当即个参考啦，啊。越南呢，伊有一寡即个传统啊，种风俗习惯，有可能源头为中国来，无唔对啊。但是伊来了呢，通常拢会叫他稍微改变一下啊。譬如讲，像讲中秋节，伊个中秋节就甲台湾还是中国诶中秋节无共啊。啊，越南个中秋节是啥物事？伊囡仔节日，啊，伊较算是囡仔诶节日吼。啊，过来譬如讲像端午节，啊。越南的端午节即摆其实愈来愈少人咧过啊，啊若有吼，因越南的端午节是迄个杀虫节，除虫节吼，所以无啥共吼。啊，过来，譬如讲越南讲着十二生肖，越南的十二生肖就一只甲中国无共，对一只，你知道？吼，一般讲十二生肖，一畜二牛三虎四兔五龙六蛇七马，八羊九狗十鸡。十只狗，十二只猪嘛。啊，越南是欠对一只，你知道？嘿，越南有猫，无兔啊。嘿，越南有猫，无兔啊。啊，所以伊就甲你改变者，就是讲，虽然我源头位遮来，但是我家己主体是啊，要顶下家己一个无共啊，所以啊，小可甲你变一下。哦，啊，这其实这是咱会当真好的一个参考啦，吼。啊，过来情况，即个越南的即个料理啦，吼。比如咱今麦讲到即个粉，吼、哦，我想大家拢加减有食过啦。越南面即个河粉吼，粉吼、哦，啊，粉是啥？粉即麦当讲是越南面迄、那个诶迄、那个全民的饮食内底啊，全民啊诶一个越南代表性的物件。啊，但是其实伊个源头是为对，其实为广东来啊。其实粉的源头是为广东来啊、哦。啊，粉是啥？你若用台湾话来讲吼，就是粿仔条啦。粤式的粿仔条，越南式的粿仔条啦，啊、哦，啊，但是伊会当把迄个变作单变改变就变作越南的食面的典型啦，所以你顶多你看伊即摆佮对外输出法文，你若去查法文吼、哦，法文呢，伊就把佛当作伊的外来语啊，伊就直接叫佛啊，就是河粉的意思啊，哦，啊，你像一般台湾的即个越南料理嘛，就拢叫河粉啊。哦啊，这其实是伊个源头是粿仔条啦，啊、哦、啊，所以你若有机会当去试，譬如讲台湾的粿仔条，种客家的板条，啊、哦，小可有像啊，只是讲咧伊个差伫底大小啊，尺寸大小啊，譬如讲板条也是较宽，啊、哦，也较粗小宽啊，啊，所以这其实是啥，不同民族对于这个饮食的不同称呼啦，我来买个，尾下个叫做粉。啊，那讲台语人个叫做粿仔条，啊、哦，啊，潮州人嘛是叫粿仔条，啊，客人叫板条。啊，你啊，去到南部呢，越南南部，哎、欸，你是北部人嘛？你是在啊，甘特啊啊，南部是虎条嘛，对不？你讲虎条嘛哈、啊，虎条其实它源头
跟那个粉，但是源头是同样的，蝴蝶是从潮州话归阿调来的。蝴蝶是比较小，比较小。对，对，对。啊，现在很多越南人，他现在也搞不清他的源头是怎么样啊。你讲以那个南部呢的这个蝴蝶啊，是从归阿调来的，它原本是归阿调。后来慢慢因转变转变都龟屌龟屌变成虎屌虎屌来，历史上记录有这样的记录，龟屌变成虎屌啊、哦。那那个虎屌呢，它做法是它把它切的比较小啊，就会比较类似台湾的那种粗的米粉，粗的米粉呐、啊。那北部哈、哦，北部它习惯是比南部粗，比虎屌粗啊、哦，所以叫做粉啊、哦、啊。所以做这人很多越南人会以为说粉跟虎屌是不完全一样的。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子啊，它源头都是从中国广东那边来啊，只后来它慢慢本土化，在北部的本土化后来变成粉，南部的本土化后来变成虎丢，还是安尼来哦。啊，过来，像讲这个越南，哦，伊的这个外卷哈，润饼糕，哦，啊，这嘛是南部较，北部较少伫食这润饼糕哈。哦啊，这其实咱台湾就等于台湾润饼啦，但是这也是咱来学习的啦吼、哦。你即摆你呐去越南餐厅，差不多拢会卖外卷啦，台湾嘛同款，还是讲伫美国。哦，较早我伫美国读册时，美国嘛足济越南料理店啊 ，Vietnamese restaurant 吼、哦，伊嘛拢会卖即个外卷啦，伊会改变做缩小做变成个越南的即个美食，越南美食吼。哦但是呢，咱台湾，譬如讲咱台湾嘛，润饼啊，啊，润饼就是台湾式的外卷啦，啊。但是咱台湾润饼糕足少，你除非你着去传统的菜市啊，嘛足少见着啊。啊，这就是啥？台湾人无意识，未晓想要改变做一个民族的代表性的饮食啊。啊，越南会啊，啊，所以越南的话，伊咧推广对外输出的时阵，佛啦。啊，还是讲这个外卷啊，拢会咱个变作是伊的这个民族的一个代表性的食物。但是咱拢看见家己的物件，比如讲润饼无啦，碗粿也袂啦，米粉叉也袂啦，拢去互啥？拢去互牛肉面取代去啊！啊，但是牛肉面其实早期台湾人无咧食牛肉的啊，哦，啊，所以这就是咱家己嘛，当迄个科迄、那个思考看卖咧吼。啊，像这是钱的润饼糕，吼、哦，越南的钱的润饼糕，吼、哦，所以越南润饼糕有两种，吼、哦，像这是钱的，啊、哦，啊，像这种是外卷，吼、哦，啊，所以你也看，其实你若是，譬如讲伫美国的遐台湾人，哎、欸，不是中国人开的餐厅啦，吼、哦，中国料理店，因咧就有一个叫 Spring Roll， 对吧？嘛是春卷啦，吼、哦，啊，因的 Spring Roll 就是较大粒小块，较啊皮较硬。啊，你若捌伫外国啊，伫美国遐中国餐厅拢有一个 spring roll 啊，但是这个是越南式的 spring roll 啊，所以你看越南人伊开是伊就叫做这是 Vietnamese food 啊，越南人的料理店，越南的料理，越南的餐厅。但是咱台湾人咧，我伫美国头先拄着足济台湾人啊，但是伫美国开，哦、啊，伊嘛做台湾式的，不过呢，伊的餐厅嘛是叫 Chinese restaurant 啊，安排嘛是。Spring Roll， 伊卖卖台湾的润饼糕啊，哦，所以这是咱台湾人爱家己爱思考的哦，就是讲，哎、欸，这嘛讲到迄个民族性有关系的，为啥台湾人卖想要出现家己的特色，哦，啊，人越南有啊，所以你发现，越南人的民族性内底有一项就是讲啊，你世界外国有啥，我嘛要有，哦，我嘛要有，啊，当然有了迄个内涵是安啦吼，迄、哦、再说。伊拢会先有才去讲，即越南的一个，啊，当然这是我的观察啦，无一定是对啦，吼，我妄参考啦，吼，所以譬如讲，伊要入 WTO， 我嘛要去，伊要啥，伊嘛拢买，啊，当然去了，啊，你是，譬如讲，也是讲你模仿一个物件，学了成无成，反正先去讲，先有去讲，吼，这是越南人一个足大的特色，吼，啊，像这是越南的润饼糕。哎，不是两个，越南的这个油炸粿啦，油条啦，你看嘛，你那中式的哈，中式油条足大只哦，哎、欸，伊就雕工起个越南了，我来个改变者，我变一口油条哦，一嘴的油炸粿啊，对不？
伊就小可改变一下嘛，啊，再来，你若较中国式的这个油炸粿，拢是烧饼油条，教伊食。我就不爱教你烧饼油条做伙食，我就教啥，教佛做伙食。所以呢，穿这边的这是佛，啊，伊就你若去越南吼，尤其是北部吼，北部较普遍咯。你若去荷兰呢，你也袂好分的吼，倒啊点伊一半。一半这个油炸粿，啊，你就想讲啊，一半放遐是要创啥？是有算钱啊，无算钱？你若摕来食，就有算钱；啊，若无食，放下就免算钱啦。要就自己拿，啊，不要就放。啊，有的啊，会不会人家喷口水在那边？所以我都唔知啦，喷嘴哪无我都唔知啦哈。所以你若看，伊就该调整一下。中国人拢是烧饼、油条一起吃，啊，我是油条加这个河粉做伙食，啊嘛袂歹食啊，也不错啊。哦、我有当时也是嘛，雕工哦，一摕八号细单，放喺佛内底食，哎嘛是真好啦，哦，所以这嘛是甲民族是有关系啦。伊就是无爱甲你同款，小可有同无要紧，但是袂瘾甲你完全同款，哦，而且表示伊一个主体性嘛，啊，这真重要。啊，台湾人较无，台湾人这部分爱去学习，哦，当然不是完全无啦，但是爱去学习，哦。啊，过来，哦，准备录，哦，鸭颈卵，哦，鸭仔蛋，哦。这嘛是越南的国家饮食吼、哦，国宴的饮食吼、哦。啊，这鸭颈卵呢，有真侪咱台湾人唔敢食。鸭颈卵就是鸭补甲一半吼、哦，比如鸭一般是讲鸭补几工，我无啥知啦，敢三十工啊，几工吼，嘿，敢爱二三十工的哦，鸭卵较久，嘿，哦，鸭卵爱较久吼，爱就补甲一半吼，嘿，伊就看你是要较大只、较乖还是较幼的吼、哦，你若啃较久就变较乖，哦。啊啦，无要囥较久就变较迄种吼，啊，即较乖就是你看着毛啦头拢出来啊，吼，爱买摕来食，吼，啊，即越南人最爱食的啊，你很喜欢吃嘛？越南人都很喜欢吃，你还好？喜欢可以吃，可以吃，哦，哎，大部分有时候也会怀念，也会蛮想的，哎呀，啊，所以一般台湾人哦，台湾人袂惯习啦，哦，台湾人讲哦，刚刚食这做有心的。哦，啊，其实这是饮食文化的差异啦，啊、哦，饮食文化的差异啦，吼、哦。因为安怎讲呢？你讲这做恶心的吼，啊，不然无，请这恶心无？这皮蛋够恶心，哎呦，台湾人爱食皮蛋啊，对不？台湾人嘛最爱食皮蛋的，但是越南人看这嘛讲做恶心的啊，哎呦，哎呦，迄浸伫马油内底你搁敢食？一个臭油破皮你也敢食？对不？所以这是饮食文化的差异啦，啊，咱唔捌，没关系，食鸭颈卵，咱也感觉讲，哇，足恐怖的。同款啦，越南人看到咱食皮蛋，也是讲看到咱食臭豆腐，你敢不敢食？臭豆腐，啊，你今仔已经训练敢敢食啊？啊，你敢不敢食？还不敢吃嘛，哈、哦，不能吃臭豆腐嘛，足惊味嘛，系啊，这是饮食文化的差异，不习惯而已啦。你像哦，我较早对美国读册，因为我伫 Texas。啊，德州啊，足侪 Mexican 啊，墨西哥人啊，啊嘛足侪墨西哥会食面啊，墨西哥啊，墨西哥是种做咩？切入个 salsa， salsa 迄个干妈咪剁做酱哦，啊淋一寡咸姜啊安尼，干妈咪甲咸姜淋做伙食叫 salsa。啊，对不起，我嘛食袂惯习。啊，不过住一段时间，我伫美国住六冬了，哎，佫袂歹呢。进前后来转去美国，佮想要食一下墨西哥的食面，哦，比如讲像。美国有一间咧店咧叫啥 Taco Bell， 哎，拢也卖一寡墨西哥的迄种食面啊，哎，感觉阁袂歹食吼。啊，墨西哥食面嘛一样，墨西哥嘛墨西哥润饼咧，哦，啊，人嘛是做甲吼，足全世界人拢最爱食的。所以我想台湾人太拢无这个 sense 吼，咱会当甲咱润饼甲用一个，哦啊，用一个台湾式的，就像咱韩国嘛，感觉有伊。就体类啊，咱就用一个台体类啊，啥物货嘛，无要紧哦。啊，咱甲一寡物件甲点心甲修改一下，变作台湾的润饼糕、台湾的啥物件、台湾粿啥物货。咱这就是讲哦，咱的台商你若加一寡台湾意识伫遐，加一寡台湾味伫遐，其实你只要有创意出来啦，可能较无共。啊，无你拢甲做人代工的，是要创啥？哦，啊，这是讲到这个饮食的部分哦。而且这个越南肉粽哦，咱甲咱台湾嘛，小可像，搁小可无像啊。越南伊嘛分南北
都只嘛人讲着即个越南的南北的问题吼，越南北中南其实嘛差足侪，语言嘛差足侪啊。啊，你迄个南部甲北部迄个语言上嘛差足侪，譬如讲像我后来拢去北部较侪，啊学的是主要是荷兰学的吼，所以听南部就听较食力，话听无啥有，甚至话语速完全无同的。譬如讲吼，咱咧食果子对无？北部叫花果，哦，花果，花果山迄个花果，花果吼，花果吼。啊，南部叫哪？宅鸡。宅鸡。宅鸡南部，所以宅鸡甲花果完全差天甲地无同啊！所以因外人人当时听只较特殊的技术，伊嘛会无，嘛听无。但是一般讲你若讲较慢嘛是听有啦，吼，只是讲哦腔口啦，种一寡方言差也是有。所以北中南。嘛差真侪吼，嘛是有差，民族性嘛有差，北中南的民族性嘛是有差，音性嘛有差，啊，譬如讲像咱对头讲的，干那河粉啊，佛啊哈，佛而下内甲佛而西讲，康央，康央你，哎，康央的无同啊，河内河粉甲南部西贡的河粉也不一样，啊，通常哈，南部人一定说南部的好吃，北部人一定说北部好吃啊，啊，我是觉得都好吃啦，也是。那是习惯问题，因为南部哈的佛呢，较嫩啊，然后会放比较多的草啊，放一些香菜啦哈，放一些香草啦哈，放一些佐料，就是讲一寡草啊类的啦，较养生诶，较养生的草啊类哦，较香啦哈，因为放一寡一个养生的草啊类哈，啊个放豆芽菜，豆菜啦哈，豆菜那叫豆菜哈。河内就无，河内较单纯，伊就是南葱啊，甲无南葱啊，安尼尔。伊就是一碗清汤啊，南瓜葱啊。伊典型的河内典型是安尼，所以口味完全是无同。啊，所以我第一届食是伫胡志明市吼，一开始食惯食了，第一届去河内，我讲哪会白汫无味，很没有味道，没有草，我无草啊，很没有味道。啊，我食久了就惯习啊。哎，这基本上是两种都可以吃的，哎，是都 OK 了哈。啊，伊中部的佫无同啊，中部伊较有名是文武回，啊，中部迄就是伊个文吼，文就是类似台湾的啥呢？台湾的细条米苔目，小的米苔目，因为台湾米苔目较大条，啊，越南文就是小的米苔目了哈。哎，啊，所以中部了佫无同的饮食文化啊，所以北中南其实嘛无啥同吼。啊，个性嘛无啥共，个性这当然咱唔是讲没有百分之百啦吼，是一个大概啦吼。即、這个北部人吼，北部人我讲是典型的吼，你少数民族无算吼，少数民族佫较无共啊。典型的你啊，北部因为伊甲中国是有几千年的迄个历史嘛吼，啊为着要当生存吼，为人讲啦，有的人说啦。北部人较干巧啦，因为伊面对中国人，你爱嘛爱干巧较歪落啊，所以有当时北部人讲话表面讲的，甲实际上想的是无啥共。啊，当然这是有人讲的，不是我讲的哈，我是转述。你讲的，对我转述，我是转述嘛。我听到人安尼讲，啊，我是转述。啊，南部人是较直，甲台湾南部较同款，就是较直吼，伊安怎就安怎。啊，当然这是参考啦，不是百分之百是安尼啦哈。啊，中部人又稍微不太一样，中部人嘛是吼，中部人较安怎咧，较传统，啊，较有心思拢藏在心肝内，较袂讲啊，有心思都放在心里，比较不好意思讲。哎，啊，譬如讲，该举一个例啦，玉竹囡仔就好啊。你若中部人吼。明明迄个作业可能作假的，但伊嘛唔敢讲啊，要要要说啊不好啦，不好啦，卖啦卖啦吼。哎，啊你若南部呀，要要说好啊，啊，还是讲伊卖主动甲伊约啊。啊你若北部的，佫小可无啥共啊，所以这嘛是小可啊，就会听讲啦，就咪听讲，听讲外人人最爱带中部的作业啦，唔知有影无？恁敢问？我听伊讲啦吼，当然这嘛唔是绝对的，这拢唔是绝对。不然民族性这本来就不是绝对的，啊，也是讲大致上可能是怎么样，这参考就好哈，参考就好。啊，咱个反倒讲到这食物吼，肉粽，所以肉粽嘛是北部南部嘛不太一样，北部南部无啥共。
这是南部，哎、欸，不是北部的，啊，顶头还是南部的，北部、南部嘛，无啥共，哦，小可无啥共哦。啊，过来，另外一个真有名的哈、哦，这是食啥呢？啊，各位看麦这，越南嘛最有名的哦，这是啥？你有听过北京烤鸭嘛？对不？哦，这是河内烤果，哎，河内杭巴，河内烤果，啊，这嘛是饮食文化。你若伫台湾，你可能互掠去关，但是呢，伫越南是合法的，在越南是合法，哦，这是文化差，哦，啊，这是北部啦，哈、哦，越南北部较有啦，南部比较少吃啦，啊、哦，越南北部较侪这种，阿、啊、雄你有食过无？有啊，有啊，哎呀，你看，应该足大声，讲有啊，这正常的，哦，因为河内很普遍哦，河内做普遍，伊菜市啊都咧卖啊，咱正看这菜市啊都有啊。即菜市啊，系啊，爱行到足像个北京烤鸭咁款式啦，系嘛？啊，我以前拄去菜市啊，话菜市，我想，诶、欸，这是啥物件？我想，哦，看个，这是烤乳猪哟，啥物物件？尾下才发哦，原来是杭州啊。这边是网址上网做下来吗？诶、欸，对对对，这边是网站的，诶、欸，这是网站的，啊，啊，伊菜市啊，拄开始问，哦，原来杭州遐水，尾下讲，哦，原来是狗啊，吼、哦。啊，啊，过来，啊，像这是这个越南的水粉炊啦，哈、啊，这较早较普遍，即摆嘛愈来愈少啦，吼、啊，即摆较少食了。啊，越南槟榔啦，吼、啊，这越南槟榔即摆还阁真普遍，因结婚嫁出来时拢用着槟榔，吼、啊。啊，这是较早南岛语系民族真普遍的一个，咱、啊、台湾早期嘛是啊，结婚嫁出来时拢会用槟榔，吼、啊，做一个伴侣，吼、啊。啊，即越南还阁有，啊。不过呢，这个差一味啦哈、哦。咱台湾有这槟榔设施啊，你有迄槟榔摊啊，啊你咧食槟榔，你有人替你搞。啊，伫越南呢，越南即卖你若要食槟榔，拢爱家己搞。因越南即卖因无普遍啦，因即卖已经因的法国时代已经有改变啦啊，就是大大较无咧食槟榔，即卖拢从老一辈靠咧食槟榔安尼。啊，你啊早前先是足侪人有咧食，即卖较少，所以现在少年人较少，你敢有食过？你嘛无啊，所以即摆拢炒阿嬷迄辈，较有伫食吼。啊，过来即个越南的传统服装吼，即、哦、越南传统服装啊、哦，啊，即、這个啊，像这是因的迄个管号嘛，真有名的民谣啊。啊，咱时间有限啊，我再讲迄个，拄只嘛有人问着啦吼，较早台湾的即个通诶迄个经验哦，交流的经验嘛，像这是即、這个。拄只讲到迄个地球世界大战了遐个代志吼，我嘛小简单讲一下。像这就是我迄当时吼，日本时代派去越南，伊要负责后勤的啦，做后勤的吼，这叫五连旗吼，五连旗。哦，啊，伊迄当时吼日本派去，啊，尾啊战争结束的时阵呢，照讲伊也遣送转去啦，但是因为迄当时都爱着一个越南的族人啦，吼，啊想讲较慢知道的嘛无要紧。结果就用来错失机会，哦，啊，所以嘛留咧越南，哦，啊，都发生过真侪，佮发生真侪代志啦，啊，即其实我讲下摆即会当，会当拍做电影，内底剧情吼真侪啦，吼，但因时间有限，我就简单讲着，啊，即是伊的迄、那个伊的册房内底有一挂册吼，啊，有关真侪台湾的资料，啊，伊个是用日本写的，吼，啊，即是伊过身进前的，我去采访。啊，迄种是已经无法度讲话，已经足老啊，吼，无法度讲。啊，这是因厝里面人，啊，生祖囝是新妇吼。啊，迄当时就是伫遐吼，啊，战争结束的时阵呢，伊有见证到，迄当时蒋介石有派二十万的军队去越南吧。啊，内底遐军官吼，啊，像遐兵啊，足侪就是安那，嘛是，照讲的迄个日本军。老乱物件，接收物件，还要变个国有嘛，还变作国家的嘛。但是遐兵啊，足侪拢是呐，包括军官啊，就是私自转卖，然后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足侪这种情况。伊当时啊，伊的日记啦，像伊迄当时采访的资料内，拢嘛拢讲到这啊。伊包括迄当时老乱，够几耐个啊，不止伊一个，几耐，我呢，关系真侪人老乱吼。啊，拄到这的物件，还拢有寡这见证吼。哎、啊，本身迄当时嘛是用对杀啦，就是有一个国民党的兵啊，的军官啦，啊、哦，嘛是要叫伊爱配合，爱甲物件变卖，啊，要替，爱就无要配合嘛，啊，就发生一挂
迄种堆杀就对啊。啊，尾啊呢，伊就投靠越南共产党，加入越南共产党啊，做因的迄、那个。伊个教官啦，吼，一寡因为伊本身会用医术，啊，佮一寡军事的遐个知识吼，尾啊，伊家伊个财产拢捐予越南共产党，啊，加入共产党，啊，所以才换得袂无济吼，啊，尾啊，伊佮佮另外一个即个越南人结婚吼，尾啊变做伊个某，就是安尼吼，啊，这是大概一个故事吼，因为时间因为我就无要详细讲，啊，这是咱册内底拢有啦，吼，册内底拢有详细资料吼。再来另外，咱主要讲的是个人的见证哈，个人的见证的部分哈。啊，再来咱讲的这是更加大的这个历史哈，是这个越南的历史教科书内底嘛拢有记载啊。对，1945年呢，蒋介石去占领越南啊，啊为什么当去啊？啊去遐到底做啥物代志呢？啊，这咱就当看卖嘞哈。啊，咱先看这个网页哈，这是越南。独立报哈，越南独立报内底一份报，诶，一个网页吼，啊，这个网页内底是讲这是日本的帝国主义啊，当咧侵略啊，无头毛是中国人、越南人、缅甸吼，啊，当咧欺负遮东南亚的国家吼，啊，过来吼，立伫上下骹台湾、台湾、朝鲜、朝鲜吼，啊，过来满洲啊、东北吼，诶，遮嘛是直接统治嘛，就是迄个殖民地吼。啊，这是迄当时越南的一份报纸哈，1945年10月25日是发行的一份越南独立报哈、哦。所以你看，迄当时越南人，伊的心内中啊，台湾跟中国是无共啊，无共民族啊。啊，伊甲台湾跟中国分开出，要全国发动起义啊，起来了哈，建立这个临时政府，宣布人独立哈。啊，所以咱即摆看，这是因的这个博物馆内底一个地图哈、哦，一点一点红啊，迄就是。8月15日，伊发动起义，伫短短两个礼拜内底呢，就起义成功，吼、哦，因占领，吼、哦，占领着遐大小城市。啊，所以你若有机会，吼、哦，譬如讲你后盖你若去，胡志明嘛一条路叫做甲望堂堂，啊、哦，8月革命大道，8月革命大道，吼、哦，何来啦，还是讲胡志明，拢会有吼，哦、较大城市，遐拢有一条路，叫8月革命，伊迄就是纪念1945年8月因发动8月革命，吼、哦。啊，发动起义，按起义要创啥？当然就是一方面要抢遐武器嘛，啊，看来咱抢到这个日本投降了遐武器无，啊，啊，过来伊要起义，谈好宣布越南独立吼，啊，所以呢，伫这个1945年9月7日，这个麦克阿瑟呢宣布第一号命令啊，就是正式委托蒋介石呢。啊、哦！代表联军去越南，啊，过来台湾去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啊，伫9月7日同一天，同一天哦，就是越南即卖国庆日哈、哦，就是胡志明呢就宣布即个越南独立。所以嘛，真紧啊，卡手真紧啊，伊同一天啊，啊、哦，麦克阿瑟要求蒋介石派兵去越接受日本诶即个投降的时阵，伊就随宣布独立啦。啊，咱即卖看啊，这是即个蒋介石哈。哦伊后来办一礼拜，9月9日，伊发布的命令，就是要求伊得根据这个麦克阿瑟啊，根据麦克阿瑟下的命令呢，伊个发布命令，啊，要求遐个日本兵呢，爱向伊派去的遐个代表来投降哦。啊，咱即摆看这是这个蒋介石迄当时的兵啊，迄个到荷兰，伊分几啊路，迄个荷兰吼。哦，像这是进入荷兰一寡情形哦。啊，像这呢，啊，咱要看麦，中这是胡志明边啊，迄个上，恁要看麦。老一辈应该听，应该捌，应该有印象。何应钦啦吼，诶、哦，迄、那个上将何应钦吼，就是蒋介石无可能家己去越南嘛，伊也无可能家己去啊。所以伊个派何应钦去啊监督啦，啊，所以派何应钦去监督迄个日本受降的代志吼。啊，南部是由英国的兵队啊军队啊咧占领吼。啊，即、這个蒋介石派20万军队去伊呢，啊，发生啥物代志啊？这拄则嘛是小有讲着啊，两大方面啦、啊、吼，一个就是抢夺粮食啊，抢夺资源嘛、啊、吼。
啊，甲迄当时来台湾嘛同款啊，伊就要求讲吼，你胡志明吼，你粮食要交出来，啊，我再二十万的饼啊，爱食爱穿啊，啊，你粮食要交出来，啊，迄当时越南欠粮食啊，迄当时战争结束，啊，佮迄个饥荒吼，无啥粮食吼，粮食无啥够吼，所以因为安尼佮应付即个蒋介石的需求呢，所以因为安尼夭死200万人，啊，这是越南因。因家己前几年吼，有一个日本甲越南学者因去做个调查吼，啊，因估计因落去做迄个受难者因家属个访问吼，因估计出来吼，差200万人夭死吼。啊，像这是迄当时真济人无物件通食，所以路人做乞食，啊，迄当时个一寡相片吼。啊，像这画死去个啊，路边吼，也是讲画死了，添添做伙吼，变成骨头吼。哦，啊，所以这就是抢断粮食嘛，所以嘛造成迄个通货膨胀啊。所以咱你看，咱记得咱战后有一段时间，无啊，迄个旧台币甲新台币，毋是咧换40000块换一块的新台币嘛？啊，迄个表示通货膨胀40000倍嘛。啊，原来迄东西嘛同款啊，你粮食欠嘛。哦，啊，过来除了抢断粮食之外呢，伊佫介入即个越南内政，哦，伊扶持即个越南的国民党。哦，啊，过来，伊安插伊个人，要求欧志远讲，你爱领一寡释出出来，啊，你个副总，你个副总，你个国家副主席啊，也是讲国会遐个议员，释出爱领一寡出来，啊，啊，所以引起越南民当地真大不满，啊，啊，所以就讲政治，啊，啊，过来经济，啊，啊，过来文化的差异，所以造成越南人迄种足大不满哈，啊，所以尾啊呢，欧志远呢。伊才想办法，才把这个蒋介石甲赶走、赶出去吼。啊，什么办法呢？咱册内底有写，会当看册啦吼，会当看册。因为咱节省时间啦吼，无咱时间有限，我都讲到够吼。要知影安怎赶出来吼，你来看我的册就知吼。我正在讲的这不是我有媒体的哦，这越南的教科书拢有啊，啊，这越南教科书都有啊，历史的历史哈。咱台语叫历史哦，足成的，因足成的，哦，所以咱台湾人其实若要学越南话无困难啦，你若认真学，真紧啦，哦，真紧就会晓哦。啊，这教科书内底拢有哦。本来咱拄仔讲的是战后，二次大战战后的代志，那搁较早以前吼，嘛有咱拄仔讲着，郑成功3000个部下去到越南哦，闽江人，因即摆叫做闽江人哦。啊，其实就是你若翻头去看迄个17世纪的时代吼，大明帝国、大明王朝吼灭亡了呢，足侪遐兵啊、将啊、啊遐人民啊，就向外逃亡吧。哦，有的走来台湾，有的走去越南，有的走去马来西亚，走去东南亚。啊，这嘛是近代东南亚的华人甲伊的祖先，有啥会去东南亚的原因之一，就是安尼。哦，足侪就是拢有迄个时。逃亡去的吼，啊，其中呢，你啊来台湾的遐，哦，早期叫唐山人吧，吼，啊，若去到越南的遐呢，伊只一个名叫梅敏芬，闽乡人啦，啊，就以闽调做故乡的人，啊，叫闽乡的梅敏芬，吼，啊，这个人去到越南了呢，然后当时陈上川，因这个人呢，他带领3000个人，吼，3000个部下。去到越南，刀客越南王啊、哦，所以咱即摆看一下情景呢，这是惠安哦，越南中部惠安的福建会馆内底的壁画，伊哪个画啊？啊、哦，这个描述讲，迄当时只，遐将军带领兵啊去到越南，啊，只越南只兵啊呢，刀客越南王啊，越南王嘛该收留，啊、哦，也要收留他，但是有条件，就是讲，啊，你爱负责拍南部柬埔寨遐，啊、哦，啊，你要有功啊。哦啊，就互你会当继续留落来啊！啊，所以就真拼是对南部吼，啊去开拓啊，这是这个福建会馆吼，啊，像这闽乡会馆，这是惠安，这是惠安的迄个闽乡会啊，闽乡翠仙堂吼。啊，另外这是这个欧志明区啊，这是欧志明区的闽乡会馆吼。啊，这是一个真卖当代的闽乡人。因还佫有一挂祭奠活动，啊，
但是人拢无济啊，人已经算足少数啊。啊，像这呢，我有甲访问过，基本上即摆拢讲越南话啦。啊，认同嘛是讲越南人，你若讲你是啥物人，伊讲一定讲越南人啊。伊知影讲伊的祖先啊，魏敏亨就是祖先啊，为民国来啊，但是拢娶越南某啊，娶越南某啊了。到达越南化去啊，所以即卖基本上拢是讲越南话，啊，认同嘛是越南人，甲当代即越南的华人认同完全是无共的，越南华人无共。一般你啊华人通常也各样华语，拢大多数拢会晓华语吼，啊，你若是闽南人差不多拢袂晓吼，大多数拢是袂晓吼。啊，因呢，因即卖生就嘛是安文金啊，惊做人啊，甲越南人共款啊，哦。啊，所以闽南人因的这个本土化的这个背景呢，跟咱台湾小可有淡薄类似哦。老师，你说他们的身份证写“内金”嘿，不是金族人，金族人不是写华族哦，不，不同啊，他们认定的不一样，因为伊这拢是通婚，然后也认同拢是越南的嘿，啊，佮早批较早来的嘛，啊，所以是完全本土化的一部分，跟华人无共啊，华人较无共。因为时间真有限哈，我想你敢要先补充？好，我想留一寡时间，啊，予阿雄补充一下哈。诶，啊了呢，咱等下再去继续，好吧？哈，我先阿雄。多谢哈，今仔日中华艺伫遮会当啊含大家啊见面哈，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大概讲一下。因为拄只老师已经介绍足济物件有关台湾的啊，越南的迄边的特色个吼。那啊，即摆我讲是针对这本册第一个部分呢，我感觉是这本册这个名嘛足特别的啊，就是讲唔是越南人，就你拢足了解越南的代志哦，这点我感觉足佩服老师，去就长期以来拢去越南迄边做调查，也是啊对越南文化，也是历史，拢是也是语言，拢是足有固定的研究哈。因为遮我未开始我看到越南混这个词啊，我就讲，敢是写唔对啊？应该是越南混，如果是要翻译成越南文的话，应该是混越南。嘿，应该是安尼，因为变过来，啊，毋过了，我才问伊这个代志，伊就讲无，这是近前40年代的一个杂志的名字，所以足有特别的，所以我了解讲，其实我阁有足侪物件嘛，毋捌的，所以我感觉这本册第一个为伊的名就足特别的啦。哈，唔是你是越南人，你着了解多些越南的历史啊，是文化的代志。佮第二个部分呢，这本册内底拄只大家问的有关语言啊，啊是民族的特色啊，民族的特色啊，或者人格的那个特性，啊是文字的转换的迄过程啊，拢内底拢有写，真正是我大家拢会当参考迄个目录的部分哈。恁的答案啊，一定伫这本册内底会当找到。包括越南人嘛，应该爱看这本册哈。佮有第三个特别就是讲，这本册有用两种语言来写。第一个就是老师较惯习的，就是台语文；第二个就是用中文可能是伫台湾遮嘛，做者朋友嘛爱看嘛较爱看的中文嘛，对无？所以这嘛是足特别的所在。佮内底呢，我想讲嘛是为这个名来和大家分享一个代志吼。我嘛足感谢老师哈，带我来台湾遮嘿，因为14年前若是我无拄到老师，可能是我往中国迄边发展啊。因为我是中文系毕业的学生，若是我无拄到老师是一个足爱台湾的本土的人，可能是我嘛爱互越南迄边的政府洗脑了啊。因为伫越南迄边的传播的教育啊，佫是伫中文系的教育内底啊，台湾是一个含中国袂当分开的一个部分，吼，传播教材
全部的教材呢都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神圣的部分，什么我们爱那个我们要把台湾就是赶快回归到祖国之类的话，好、哦，那所以呢，那是我无拄到伊，其实我唔捌台湾，我蛮捌足济台湾历史、台湾语言、台湾文化的物件，包括台语这个部分，哈、哦，因为之前我中文系嘛，所以。嘛，想讲台湾人一定是讲中文啊，那可能是写出来，我唔捌的语言出来就是台语啊。啊，即马到即马，我某嘛，佫有会晓讲合法，所以我佫知影讲台湾嘛，佫有合法这个代志。吼、哦，啊，毋过其实这个代志啊，若是我无透过伊这个对越南有兴趣，对越南有研究，可能我嘛唔捌这个代志啦。吼、哦，佫有一个代志就是讲。啊，毋过我透过这本册啊，我感觉毋是干呐看到越南魂这个问题尔，我也嘛会看到迄个台湾魂这个问题，就是即马台湾足欠缺的一个部分。台湾人缺乏了一个本土的主体性，所以你们会跟从的一些就不属于你们的东西，包括新住民的文化，包括西洋文化的一些。标准，所以会有一个崇洋的会有一些喜欢就是不属于你们的东西，那但是台湾的本土的东西你并没有去看到它的价值，包括说这一次我找表演的团体啊，就是我找很久才了解说台湾那个台湾的月琴也很有名的也很有人就是很用心在推广这个问题，但是很多台湾人就少年人拢唔知道，电脑讲我请一个迄个台湾的乐器的老师来表演，伊讲，这足俗的，足就是无适合迄个活动，甚至有听到一个较无欢喜的风声，讲卖请伊来安怎安怎，就是讲你家己你无重视你家己的本体的文化。安尼，哪会可能是阮伫遮，我一个新住民，我会尊重你台湾遮足侪物件呢？所以我感觉，这个代志吼，就是讲台湾欠一个主体的文化的主体，所以大家会乱跑，而且现在是政府也是推很多，就是很多政策嘛。那而且是加上台湾的这个民主的社会，会让大家会有自己找自己的路走，所以其实没有办法坐在一起，好把台湾的文化的精神或台湾的特色是放在一起让和台湾有一个灵魂啦。这个我感觉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爱先做一个就是和伊一个灵魂了，就是要给台湾一个灵魂之后呢，你们慢慢再培养它，这样子的话，文化的价值才多元，才真正的多元，才真正的丰富，而且是有价值的，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我看就客观呢，看就现现呢。因为在越南，我为卖公告国校高中遐，为幼儿园开始就已经爱会晓唱国歌，爱会晓爱这个国家越南这个国家是安怎，我的地图是安怎。我拢知啊，暗可是可惜台湾人囡仔可能这个部分到即马可能未好就是政府未好你较全面性的台湾价值、台湾本土的教育，这我感觉就可惜了，就是比较可惜一点点。那是这部分会做会到，我相信吼，因为台湾已经做民主啊，伫这个部分你已经做头前啊。暗哥那个主体性没有被打出来是非常的可惜，那一直跟随着一个大中华的文化也不对啊，因为台湾现在也是不一样嘛，或者是更往前一点是日本的文化也不是啊，或者美国的文化你们又不是美国人啊，那跟香港比一比你们好，那就算是比较类似的，但是台湾也可以有更好的本土的价值在的啊，我相信这一点你们做得到的，好，那还有哈，还有，可是这
我相信，我真的相信了，因为我看那个太阳化的运动啊，我觉得是你们有这么大的力量，其实民间是很强的。哦，那越南那边呢？其实越南当刚刚有人问说啊，那当我们反对我们去除汉字的时候，转换到罗马字的时候，民间根本没有机会可以表达我们的意见嘛。但是那时候如果我们能表达的意见也是跟高级的领导是一致的，因为那时候是我们的那个空间的背景是历史的背景是要赶快推翻帝国嘛。哦，那我们的认知，中国是最大的敌人。到现在我们年轻人也是这样修，啊，您刚才啊，那个疫情一数年的五月的代志，就是在越南那边有排华的运动嘛，也是因为中国人他们把那个啊，就是测石油的那个平台移到侵略到越南的海域上。可是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就是中国人以那个机器进来侵犯我们的海域，可是台湾的厂商在越南的地方那边却是被遭到那个迫害跟罢工。那这一点我觉得是越南人是把中国人是真的是非常的恨到那个骨子里，所以不管是台湾还是中国都是一样的，我们一样遭打。哎，那这个精神才让我们在世界大战呢，可以有办法是赢过那么多大强国的，包括美国、日本啊。那可惜是说我们到现在还是就是非常非常不喜欢中国，可是还是把它当作一个友好的联邦国之类的。我们私底下民间是不喜欢的。而政府他们还是要演戏嘛，还是讲官方的话嘛，那民间之间是不一样的。哎，那这个也是人民的力量是非常大，我相信台湾的人民也是，哎，力量也很强。那最后呢这本册里面哈，我感觉有几个我很想要看很详细，就是说有关那个刚才老师有提到那个流浪的那个兵，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感觉这个是很特别的事情你如果是有说现在有你的同胞在越南他有找不出母生子但是政府都不知道他的存在，政府都不知道他的存在透过这本书你们会看得到他的存在嘛。再来是有关越南文学的部分，我伫现代教越南语的时阵啊，嘛做者学生问我讲，越南的文学是安怎？就是敢有汉文的文学，敢有罗马字的文学？我讲拢有，各有一个是越南的文学，内底拢有写。越南的文学就是讲那个南字啊，跟那个汉字有什么差别？我顺便那个回答一下哈，越南的南字是用类似汉字的造字的方式，但是记音是用越南音、哦、假设是他们写嘴这个字好了，天的意思啊，那是上面有一个天，然后下面有一个上，这个造字的方式是用汉字来造字、哦、但是呢他们是用越南人的方法来念字。那老师应该有那个应该是在越南文学那个部分有详细的解释这个部分哈，就越南的自南的文学，啊这边啊这边老师也可以补充一下，像这个呢，就是那个年轻的意思，那其实他用字的方式是这个是自南，啊这个是自南，或者是越南话叫做自农。也很特别。那你们不用想得太远，其实我们去唱台语的卡拉 OK 那是跟这个方式差不多的，就是用汉字来记那个当地的语言，那就是造新的那个字形就对了。那越南话现在的那个文字也有很多种，可是看得懂这些比较少。第一个是像那个自南的研究院的学生他们应该比较懂啊，第二种就是中文系，我们就硬去学一下啊，就猜它的意思，啊啊。
那这个是那个我们的一个国王啊，他们还没有得到天下之前，他们写一首诗是要打中国人的那个，就是呼唤人民打中国人的哈，是林州。林州，这个你跟我讲，我把它做。我看无啊，就是我看无，按哥我看有啊，就是林州这个词，林州啊，林州啊，你独在啊，就是爱怕到迄个你的头毛嘛老长，我嘛甘愿去继续怕，林州的连长，连长就是迄、那个，连长就是啊，吹气变乌色，因为啊，之前越南那边有一个啊习惯是把那个牙齿啊就染成黑色，哎，那这个是很特别，连我外婆现在我还看到她的黑色的牙齿，这个以前是在封建社会里面呢、啊，在古代的他们会认为这个是漂亮的一个标准，跟我们不一样哈、哦，那这个比较特别。所以这个是自然的哈，如果是大家有兴趣买单看这本册里面，其实有很多哈，还是这个哦，这个看较惯势，咱们中国人家子代子妹巧拉结交，在过một cuộc bể râu，những điều trông thấy mà đau lớn lòng，这本册啊，这是啊阮攸的那个乔传的一个很有名的作品。哦、几乎每个越南人都知道，越南人都知道，哦，卷球这个书啊，伊用书写的文字就是用字弄啊，字弄这个部分。好、哦，那这本册内底呢有足侪你要找的答案，所以我想讲，那是伊你有兴趣啊，会当搁伫网络内底会当找，即卖已经开放卖，你们可以在网络上订购。哈、哦，那这本书叫做《越南魂》，这真的是台湾的读者非常的需要的一本书，在网络上你们只要打《越南魂》，应该会出来这个可以购买的管道。这边不卖吗？这边可以，这边现场也可以，那非常的优惠啊，书皮价是680，可是现在现场然后就是有意价是300块而已啊，所以那个如果是有意的那个朋友也可以再赞助。好，那其实我们分享太少了，因为时间上希望是老师可以把他在越南那边研究啊，有关越南历史文化那边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是大家有兴趣，还是看他的书，那你会更了解。好，谢谢，谢谢大家。其实这原底是爱讲正题的哈，我伫新大有开课，在成大有开课，一学期的课哈，就一个晚上，啊，浓缩啊，尽量浓缩了哈。啊，当然可能也不完全讲回答到咱所有朋友的这个问题啦哈。啊，我拄则补充一下哈，阿雄讲的迄个闽南红哈，这是早期哦，法国统治时代，伊伫海外办的一个报纸叫闽南红啊，这是早期，即摆留落来资料足少啊。啊，另外那个，最后我补充一下，这个相片呢，啊，这嘛是甲越南民族性啊，啊，个有啥越南战哦，最等于第二十世纪时一直拢会当战的啊，上主要当迄个意志啊，哈，决心啊，你有迄意志啊无？啊，你有决心无？啊，你有迄认知啊无？啊，这足重要啊。咱台湾即摆上欠的是这啦，台湾即摆上欠的是这啦啊。你像咱这张相片，这是啥？这是1945年，因越南要跟你拍游击队对抗法国哈，游击队的时阵啊，你看，人个伊还未建国完成的时阵啊，人枪插在边啊，哎，伊嘛在学罗马字呢，你看，伊在学罗马字啊，啊，伊嘛就开始在学啊，所以因是文化甲政治是相互在做的，袂讲哦。像现在足侪政治，比如讲啊，等建国了再来讲台语文，再来讲客语，再来讲这本土的语言。建国了迄种死了，哈、哦！啊，咱越南是安尼嘛？哪战争你就哪咧做啊？哦，唔是你讲啊，你就爱建国了开始当做哦。啊，像这啊，民间嘛开始啊，吼，伫庙里，伫任何所在会当，伊就拢去教，哦，伊就咧推动啊、哦。啊，所以
越南伊会当即个伫1945年，为规个为汉字吼转变做罗马字，啊，当然甲迄时阵局势、国际局势嘛关系，吼，甲胡志明伊个即个意志、甲伊个眼光嘛是有关系啦。因为迄当时伊知吼，你怎解即伫遐，伫政治上对越南足大个影响，即足大压力嘛。啊，伫文化上伊嘛想要甲中国做一个区隔，你若无区隔吼。用怎解只有20万的兵啊来，足简单诶嘛！你这你卖啥做啥送啥，扛棒拢看有啊，吼、哦，迄招牌拢看有啊，人名地名拢看有啊。哎，即摆若甲改做罗马，你拢看无啊？哦，所以这是伫文化上伊真好诶，甲中国做一个区隔，啊、哦，是真好一个区隔诶部分哦。啊，所以这嘛是确实为啥迄当时胡志明伊会选择几个用罗马字，哦，真重要一个关键诶时在，哦。以上这是咱针对哦，拄只咱真侪朋友提出来吼、哦，可能无法度完全回答到完啦啊。诶、欸，若阁有啥问题，咱未来再阁交流吼，也、哦、是讲咱等下活动结束了咧，再阁私下来做交流吼、哦。因为阮等下还阁赶买房的，所以嘛袂晓听得辛苦吼。这也不等于讲。诶、欸，真歹势，啊，无要紧，随时会当加入我的 Facebook 哈、哦，我的 Facebook 是我的名，我的名蒋维文就是我的 Facebook 啊、哦。你得当加入 Facebook 哈，伫 Facebook 嘛当交流吼。好，安尼唔知讲啥问题无？好，阿伯，咱就先各家做一下定位，然后那个我们往下做。啊，要拍照对吧？啊，拍照，来，来坐一下，啊，拍个照。坐这里，那大家就坐在自己的布，先往中间那边。